有一种爱情叫山口百惠与三浦友和，结婚38年依旧情意满满。有一种爱情叫山口百惠与三浦友和，结婚38年依旧情意满满。他们的爱情故事被传为佳话，堪称神仙眷侣般的存在。百惠青春靓丽，三浦阳光俊朗，是一对高颜值夫妇。日本天皇巨星山口百惠的名字和他主演的血衣注定要成为一个时代的印记。他在最美好的时光退出一坛，嫁给三浦友和，过上相夫教子的平凡生活，犹如樱花在盛放之际凋谢，被称为樱花之神。正在事业巅峰的山口百惠如此看重家庭，选择嫁给幸福，这是和他的不幸身世是有关的。父亲另有家室，对母亲始乱终弃，拒绝掏两个女儿的抚养费，这个家全靠母亲做手工活艰难支撑。童年的不幸造就一代女神，百惠对美满婚姻和家庭的渴望比任何同龄女孩都强烈。对于三浦友和来说，山口百惠是一位美丽善良的女孩，她为他心动，结婚是一种内在的气势，是想跟他在一起生活的强烈愿望，永远在一起，永不分离，这个想法超越一切。三浦给予百惠最大限度的关爱、理解和尊重，让其体会到爱的甜蜜与幸福。记者曾经在采访的时候问山口百惠，你对娱乐圈不留恋吗？百惠坚定道，是的，不留恋，只要在他的身边，从今以后的我就会成为最像百惠样子的百惠了。始于颜值，陷于才华，忠于人品，百惠和三浦亦是如此。他们38年的婚姻直至今日依旧情意满满，惹人艳羡，祝福他们。祝奇闻解密原创文章未经允许不得转载，图片来源互联网，版权归属作者。